富瑞传媒英国天空主办的繁星满天中秋伦敦泰晤士河假面游船交友会的现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join the IUK Sky Sam's Cruise Luxury Party.非常高兴这次雅致能够有机会参与这个活动，然后能够在这个华人的这个社会当中能够尽量的发展我们品牌的这个形象，尤其在目前在华人的市场，在整个这个国际式品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雅致也非常重视华人的这个消费能力，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机会能够与华人市场更加的大幅的结合。My pride that made me distant, all because I hoped that you'd be someone different. There's not much I know about you. Fear will always make you blind. But the answer is. 啊，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个属于是档次最高的一个活动。活动呢，从组织啊，到宣传呀，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实施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打算以后呢，要跟酷睿传媒以及那个天空网呢继续合作，继续呢把这种好的这种服务产品，推给这个在英的这些学生以及在这边工作的华人。这个活动让我们感觉起来呢，在现场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活动，有节目以及观众，也有观众，大家也都 focus 在这个活动上面，所以呢，这个活动也是我们协助的一个活动之一，所以我们在下一个活动中，当然会继续跟这个天空网以及酷睿传媒合作。It's not hard to go the distance when you finally get involved.这是我参加的最好的一个中秋 party， 因为，第一次是说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华人的活动，而且是在非常美丽的泰晤士河上，然后有很多非常年轻的，然后刚刚来英国和来英国很长时间的，美女帅哥都在这边，然后就是说大家都对这个活动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大家有这个机会来结识更多的朋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太多机会去交流，然后平时可能只是在家里上网，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让大家来见面，去面对面的去聊天，去认识对方，那么在以后呢，对于华人的一个留学生的，包括像留学生也好和华人团体也好呢，在这边的一个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We are very honored to come in tonight and join a moon festival and join all the Chinese crowd. It's very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and I'm very crowded. I'm very pleased to see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in here. It's so amazing. It's amazing. We enjoy ourselves very much.Resolved. It's not hard to go the distance.